最近比较火的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啊，什么王祖蓝呐、啊，包括那个什么邓超啊，都拿几个小伙子在模仿，说是，据说这个动作是我发明的。没办法呀，这年头怎么讲呢？人红啊，是非多。所以说呢，今天呢，在现场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啊，大家看好了，原版的动作是这个样子的。王祖蓝，你给我看仔细了啊，学的准确一点点，原版在这儿呢。完美。最近比较火的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啊，什么王祖蓝呐、啊，包括那个什么邓超啊，都拿几个小伙子在模仿，说是，据说这个动作是我发明的。没办法呀，这年头怎么讲呢？人红啊，是非多。所以说呢，今天呢，在现场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啊，大家看好了，原版的动作是这个样子的。王祖蓝，你给我看仔细了啊，学的准确一点点，原版在这儿呢。完美。